老公，你看我这个发型带劲不？带劲，这里就是接受型号用的，天线呗。对。老公，你看这块熟没熟？我尝尝啊，有点热呀。熟了吗？没熟，没熟，没熟。没熟。那这块应该熟了吧？你我看看啊，有没有熟？哎呀，没熟，这块也没熟啊。还没熟。等等，你看这块熟没熟？快。没熟，没熟，没熟，宝贝。我尝尝这块熟没熟啊？别馋了，你都给我看没了。这剩下的都是我吃，生的我也吃。生的也吃啊！生的也吃。你好，这位女士，我想采访你一下。嗯。就是最近啊，在中国的新闻很多这样的，丈夫把妻子残忍的杀害了，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？老公，你是不是没看过俄罗斯的新闻？在俄罗斯都是，如果男人打女孩，女孩先把男人偷偷的杀死了，知道不？是这样啊，对不起，那我打扰了啊。你怕不怕？你得小心着点啊。